大家好，我是多米多。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，像我这样的大尾 YouTube 都住在什么样的地方？所以我今天就来让大家见识一下我的5000亿豪宅。那我们马上就走吧。那么这就是我的家，这是一栋独栋透天的2层楼啊。然后这是我的信箱，每天都有一堆粉丝寄粉丝信给我，当一个名人还真是辛苦呢。那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，今天有什么啊？是蛋包饭，里面大致一定是这些台湾缺蛋，他们就寄蛋包饭来啊！喵喵喵喵喵，啊喵喵喵喵喵，真好吃。那接下来带大家参观一楼，一楼就是这客厅跟厨房，我都在这里这个打混。啊，有东西就做好了，我都忘记把东西烤好。这个。烤好了，其实我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做的舒芙蕾超好吃的，那我们来吃一下好了。那么这是二楼我的房间，这我房间不喜欢摆太多东西，所以这就只有床还有这个拍片的空间，那这个家应该就这样了吧。多米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？我好饿哦。我不是说我说你不能出来，我说你只能出来，你才能出来的吗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饿了嘛。各位，这个人是我国外的亲戚啦，我让他来借住几天。你说什么啊？我们昨天晚上明明那么火热的说，你不要乱说话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你看情况好不好啊？什么？难道你不想要我吗？可恶！等一下，不要再拍了，不录了。